专家，我们现在请专家来。好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讯联网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许总监上来。来，掌声欢迎，来，谢谢。好，哎呀呀呀，小心小心。许总监，拍手拍手拍手，你能看到美女哦？看到我太兴奋了，舞台太高，害我吓了一跳。但是我给你一个满意的，你看这个画面好不好看啊？那个身高有了。哎，那谢怀强哥，谢谢主持人，我们现场的。南部地区，咱中央地区的乡亲，各位虎落下地机会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那一开始呢，由我上来做工商服务的时间。我们大概从下午4点开始，就有人询问，奇怪啊，今天怎么会有这样的活动？啊，奇怪，今天是什么单位？怎么会举办这样子一个那么精彩哈？有吃有拿，有摸彩，又有金元宝，又有舞蹈秀，又有烟火秀的一个比赛。那各位给我5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工商服务一下好吗？好。五分钟的话，婆婆先吹一点，谢谢。给各位做一个有奖的回答，这样好吗？好。所以两位要注意听哈，三个问题哈，都在等一下5分钟的工商服务里面。一些朋友来认识我们公司。我们公司呢是一个美国公司哈，2003年在美国加州尔湾成立，那2004年开始发展到亚洲地区，一开始在日本，那在3年前进来台湾，是我们公司的那个总公司在台北，哦，那在台北的101哈，台北101这个地方，那我们高雄地区也有服务的据点，在四维三路。在市政府隔壁好的银行的一个楼上哈，23楼。所以如果今天听完想要对我们公司进一步了解的，等一下这边柜台可以询问，那也可以有机会到我们公司来走走。我们是负责帮很多企业做医化以及提供电子一些工具哈，一些商务的公司。那目前呢已经进军到香港，所以我们香港嘛有分公司。咱台湾的朋友嘛，要想要做一个国际吼，国际化一个企业吼，找阮公司来服务就对啊吼。那我们的总裁是这一位吼，美国人，他过去的经验，好啦，没代志哈，帅哥哈还是怎么样？美国人哈，那我们的执行长是日本人哈，日本人日裔美籍，所以我们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企业哈。那我们公司的技术很简单。符合目前最新的云端科技哈，云端运算的一个科技，那我们推出一连串的一个产品。那什么是云端运算哈？跟各位做一个介绍，就是远端伺服器的意思。所以耳后你只要一条网路线连接到远端的伺服器，就可以做很多的服务。那我们公司在建置那个 server 的部分，在建置工具的部分有特别的哈，相当的一个厉害就对了。那如果你在去年有看商业周刊哈，看一些天下杂志、数位时代都在讲云端运算，那因为云端运算即将会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活，所以呢我们公司 InterRush 推出自己的品牌叫 Iris， 那提供我们有网络电话、视讯会议、线上的语言学院、名片制作大师、部落格、相簿等等，除此之外还有制作网页、电脑学习课程，还有语音教学的系统。所以各位如果对以上的所有内容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给我们公司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帮大家服务，这样好吗？好，谢谢哈。好，那所以关于网络电话这些功能哈，后续有机会我们就会为各位来做一个介绍。那最后呢为大家说明哈，是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计划哈，这我在商业周刊有报道，我们持续在赞助赛车哈，持续赞助赛车。所以从2006年开始，在北美最大的赛事哈，就是那个 NASCAR。那我们有持续赞助赛车，我们公司有自己的车队，也有我们的赛车手。那在北美那个地方哈，都有赛事持续在进行哈，持续在进行当中。那我们除此之外呢，在日本的地方也有赞助那个叫做 IndyCar 哈，赞助 IndyCar。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，还曾经把这个赛车哈带进来台湾。那这段影片蛮重要的啦，我们介绍给各位，我们介绍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段那个我们去年把这个车子引进来台湾哈，在台北那个101哈，在台北101的一个那个介绍哈。好，但是影片太长哈，我怕在那边看下去时
耽误咱后壁时间，所以影片先跳过来，有机会上我们 InterRush 的网站就可以看，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掌声鼓励一下哈。好，那我们在北美的地方也有做公益广告哈，就是那个赛车有在州政府做公益广告的拍摄，那持续赞助赛车到现在哈，持续赞助赛车到现在。那这就是我们公司在今年也有赞助法拉利赛，你如果常看 ESPN 常看一些运动的频道就会看到我们公司的 logo。 那我们呢今天就很高兴能够结合在地的一个企业，我们元唐企业社，那还有我们的一个莲潭这边的一个文化协会，可以举办今天的一个活动。那很高兴呢，我们接下来在网站上也会推出我们的赛车，在亚洲四国我们会有一个赛车的游戏。那改天如果看到这个游戏，就是跟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们 InterRush 的一个介绍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，我们还有跟 Google 的合作，跟雅虎的一个合作等等，这些就是我们公司在美国、日本、台湾、香港的一个努力。啊，今天也有机会来到南部啊，跟大家交个朋友，啊也介绍给大家认识，这样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我们徐总监真的很专业哈。他说来哈，咱三个简单的问题哈，他送给各位我们的赛车的帽。